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随缘，指挥野人。有两个小毛贼啊，三个小毛贼。全灭一对小毛贼啊！哎呀，这对小娘娘啊，都是不行啊，这水平也啊！反杀堵桥的人，哎呀呀，呀呀，两个枪声，呀呀。哎呀呵，这有啊，哈哈，这有堵桥的啊！我去，前后都有人呢，这是。哎，我去，我撇烟了。哎，咱走了，小娘皮们还敢堵我啊？我是那么容易被堵的吗？这波年轻人太年轻了，妄想堵我啊！咱再回去啊！哎，还回去，给他们干迷糊，让他们彻底骂咱黑了。我又回来了，哎，你说气人不啊？转一圈我又回来了，换个车。哎哎，妈不妈这黑，没看着有人，好像走了。哎呀，没跑啊。哎哎呀，还没跑，还打我呢，挺有耐心呐。挺有耐心呐。我呢，走，这回咱真走了啊，不跟他扯淡了。哎呀，这边咋还有人啊？搁桥上呢啊。哪啊，桥梁上的啊。他奶的了，嘚瑟不还。哎，又回来了，你说气不气？气不气？嘿嘿，嘿，又撂了一个，哎。巴扎黑呀，哎，他们就不敢过来啊。哎，巴扎黑呀，玩哭他们。走喽，咱又一次走了啊，三进三出啊，爱受不受啊。哎呀，这波人呐太年轻了啊，打呢，开船走了。我是这玩将，有人说我狗，有人说我人，也有人说我是战术大师。
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